我来赴约了。来赴什么约啊？你忘了？是我。你不是说我的牙齿很整齐，很适合当教材吗？嗯？有些玩笑开不得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那闲工夫开玩笑。你愿意啊？我想通了，我愿意。真的？我是真的很担心你不理我哎。你也够狠，你就不怕我跑掉？你跑掉？好啊。那我跟你说一个传说，传说被喜欢的人做了齿模，刻上了制作者的名字，那个人就咬死，永远跑不掉。哪来的传说？一个牙科权威，我。没有如果，我再带你自投罗网，而且待会刻上名字，盖上印章，想跑都跑不掉了，还想反悔啊？那我也要做一个你的齿模，然后刻上我的名字，搞不好想绕跑人是你。你真的是想不到，你以前怕得要命的诊疗间，现在居然变得这么自在。对啊，你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还遇到地震。我承认我对你的感情和你对我是一样的，但这样真的行吗？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后悔的人。那有什么行不行啊？你不是一个 OK 的人，我也不是啊。但也许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问题，就什么都 OK 了。我是说真的，你也知道我的任性害死了我的爸妈。我不会说那不是你的错，因为说了也没有用，你已经觉得那是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我能做的只有陪伴你，守护你，陪你一起跨过那道坎，抚平那段伤痛，就这样了。我一直以为不拥有就不必害怕失去。但这一次，就算怕失去，我也想要。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